他这个赛季总共的三分进球数，我记得应该还没有到双位数哦。所以搞不好这一场是有机会单场就追平整个赛季总共的三分进球数，我记得应该还没有到双位数哦。所以搞不好这一场是有机会单场就追平。反正转播不用露脸。陈正杰拿球在心脏地带抛投球进。波不用露脸，陈正杰拿球在心脏地带抛投球进，去做的事情是陈正杰假头粘切抛投得分，总算是止血了。陈正杰最后十一秒钟，在弧顶的位置。发一个三分球，陈正杰再来一个外线出手，把握住，哇，这两颗三分。